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；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。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；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。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；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。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；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。如果您在